吗？地面的。那个有毛豆。那个超过上海的地面了，你们没看？飞机跑道。哎，真的海天公园呢？海边飞的。啊，这么快哦！好快哦！到了吗？到了。没有转弯。到了他没有了。转弯，他要转弯。他那个说明书上面有写转弯。没有。吃的。这个最便宜的方法。对。哦。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下了。顺便再买多点酸奶。就像我们上次去小酒，我们那船很多都菜呀什么，重产过去了。哎，等一下。真的很像，我是说 Google moment 啊，不是说整个整体来讲就不像，可是那个 moment， 你看，而且呢，那个 peak， 对啊，就是还有火山爆发喷出来那种感觉，想象力很好，不错的好吗？而且它喷出来，那个龙江那边还有黑黑的。